我看一下。最吃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在茶马古道上的一家，以前是驿站的店，现在是纯粹当驿站，就是客栈了啊，就是现在也是一家饭馆。这家店，习近平主席2018年来过，现在我拍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狗，在小草堆里面打滚，好小的狗，好小哦。茶马古道，茶马古镇的小狗。看到没有？模拟一匹马在喝水的样子。然后这是以前马帮牛帮的牛铃，走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在走。好不好玩？是不是古色古香的？荣发驿站，茶马古道的时候就在这里啦。古镇，茶马古道，风雨桥，马从这个方向走到石阶，上石阶，登上这座桥。几百年前的马就从这条道走向昆明。